高興咧，今日嚟到聖象中學咧，同大家見面嘅。咁首先咧，好多謝校長啦，各位老師同埋各位同學咧，俾機會我哋喺呢一個台上咧，同大家分享嘅。分享會之後，希望會有少少啊啟發到大家一個積極嘅一樣嘢咯。即係你諗下，即係我相信大家可能會有時情緒低落啊，或者好唔開心啊，嗰啲事情，如果你睇翻對比翻我嘅事情，可能大家嘅事情係好細微，可能我嘅事情其實對比翻可能其他更加大嘅事情，我呢件事情又係好細微，但係點樣唔開心都好，點樣都好，都要生活落去。始終我咁大件事發生咗，最低迷嘅時候。我而家我夠膽講都已經過咗啦，因為時間係真係會過咯，所以發生唔開心嘅事唔使灰，真係積極去面對咯，從中學習咯，我覺得係。咁另外啦，你之前其實吸毒啦，都因為可能之前一啲壓力大啊，或者可能你自己一啲問題啦，咁所以就去接觸咗啦。即係以為係壓力咯嗰陣，但係其實係幻象嚟嘅。咁調翻轉頭，而家啦，當你遇到壓力，其實你會用啲咩？當然唔會用毒品啦。咁而家會用啲咩形式去減壓呢？可以分享下俾同學。尤其是而家暑假啦，自己出海啦，即係我都曬到黑咗啊！打下波啊，打波即係夏天，我覺得係做戶外活動真係一流，因為真係要珍惜而家依個。大自然啊，因為嚟緊可能唔知幾多年後已經係非常非常之熱嘅啦，我相信或者嗰個天氣嘅反常咧，所以而家趁而家仲有啲陽光可以曬下，真係唔好曬，真係出去做多啲戶外活動啊，係嘛？即係男仔嘅又可以約埋女同學隔離班嗰啲同學去曬太陽都得噶嘛，係嘛？後邊咧，後邊有冇其他同學仔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一啲減壓嘅方法啦？因為我知道可能有些同學咧讀書啊，或者在不同的層面上咧都會遇到壓力啊，咁我哋都感情上嗰啲啊，感情上嘅壓力都一定會有啊呢啲。後邊啲讀書人嘅喎係嘛？啲讀書人唔使舉手噶啦，我會衝埋嚟噶啦。啲讀書人，你哋有啲咩減壓方法啊？方法啊？睇書啊！睇書咯。讀書人睇書啊，即係睇書啊，睇書啊，係讀書人，梗係睇書啦，係咪係？睇書都睇咩書啊？不如問下好唔好啊？係喎，睇咩書啊？你我就中意睇一啲啊，小説啊，小説，中意睇小説。你中意睇咩書啊？我中意睇，我中意睇啲經濟啊。經濟係啊，睇個經濟點樣？即係可能講下依個咪套啊，點樣做啊，或者用啲咩質料去？點樣即係有啲咁樣嘅嘢咯，或者有啲歷史性啲嘅嘢咯，我中意睇呢啲比較資料性啲嘅嘢。考究啲嗰啲係嘛？考究啲嘢，咁同人吹起水上嚟都可以有啲嘢講下。多啲嘢講。係啊，我發現這個咪套咧就咁。係啊，可以有啲。O K 喎，呢個大家同學都可以向下學下。呢啲叫咩？去揾呢啲東西去睇。睇得書多 ，communication 都好啲啊，同人係嘛？Communication 都好啲啊，知唔知道啊？咁講起 communication 咧，咁跟住落嚟咧，我哋不如請啲同學上嚟同你一起 communication 一下呢個一年呢一隻歌啊！多謝。呢首歌咧係啊，我上年嘅時候自己寫嘅，咁係俾自己啦，俾自己睇翻以前嘅關楚耀係點樣，所以對我一種借鏡。睇不见，讲不懂，摸不清，猜不出，一息间失去了清空。睁开眼，张开嘴，松开手，打开心，一觉苏醒，灵魂惊动。谁哄骗你懂？难道睡眠有错过？两手握紧，不厌止。人云中千差百错，你若回头望清楚，望清楚，可会痛恨我？可怪我痴心爱错过，看清楚，这小风波，望着前路有几多，有几多？
再等痛楚，情义留什么，人义留风中，剩我眨眼，一呼吸，一举手，一转身，一息间差错有许多。这感慨，这低首，这悲共，这屈膝，一觉苏醒，明了因果。面对过痛苦，三餐一宿不再白过，关起了凄楚，要眼前看清，一再经历过。每日回头望清楚，望清楚，可会痛恨我？可怪我痴心爱错过，看清楚这小风波，望着前路有几多，有几多不理会结果，情义留心中，人义留风中，剩我了多，重温这故事看到我，离别那道背影，那阵笑声，默吻前因好多。你若回头望清楚，望清楚，指责我愚懦，可怪我痴心爱错魔，看清楚这小风波，望着前路有几多，有几多可再度痛楚，情义留什么，人义留大过。你若回头望清楚，尽望清楚，指责我愚懦，一个我默然承担起一切，怕什么？望着前路是坎坷，若再三惹祸，都珍惜结果。情义留心中，人义留风中，剩我。一年一年，我的新歌，希望你们会喜欢这首歌，多谢你们，多谢。